我看李杰，他说某人呢、啊、平均每投十个篮球中三个，所以就是说他的命中率是十分之三的，则投五十次中呢四十九次的这个几率呢为何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那个二项分布嘛，二项分布，所以我们知道哈、哦，这个投五十次啊，中四十九次，它几率的话 ，C 五十取多少呢？四十九啊。然后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，这十分之三，他中了四十九次，啊，有一次没中，失败的是十分之七，有一次没中，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哦五十，那五十万这约掉的话呢，三十五，三十五哦，啊乘以多少？哦，这是五十，五十取一啊，五十取一就五十嘛。那五十的话呢，这样就变成哈，五十乘以十分之三的四十九，再乘以十分之七啊，所以是三十五再乘以十分之三的四十九次方。